经典谢谢对决啊。要开始内角球了，我说准备要开始，反正你有双脚离地打法可以破解它、哦、干吧，一内一外呢，红中的啊，可能对他来说这就是红中了。你看嘛，我说他说内角的，要准备好双脚离地打击。啊，今天真的一内一外。我们来特别记录一下，局长有没有什么剧情正在展现出来的动作上？哦，练的，对吧？对啊，因为看他那个屁股先秀出来，比他跨步先，通常都是练的。那个看有没有藤蔓来，用藤蔓来拔干的藤蔓。所以果然单脚离地打击出现了，接着就是双脚离地了。哎，双脚离地，马上。但我预测他下一球应该是外脚，或者打击区外面的位置。中了吧，猜中了吧。接下来又是内角。我看到都觉得很心动了，超险。哎，红中哦，拜拜拜拜。